船钓一只钓第143篇之60公分好棒棒。终于把船重新油漆并保养好引擎了，今天开出去试试看整体改善的如何。一加油门，明显感觉整个船底滚溜滚溜的，整个船底重新打磨抛光，油漆后船速也明显获得提升。通常敲地钓组中头足类要钓上来的几率一般不是很高，只能慢速上卷。完蛋，卡到另一只钓竿。真是的，没捞到就算了，还勾到自己的网子。聪明的透抽再次看到我的网子，马上躲开。居然没抓到，都怪自己没准备好。又是头足来袭，我可不会再犯相同错误。
fucking Eagle Double G. Snoop Dogg.连保罗也来报道，看来隔壁船的大哥这一下又有大事可以开干了。目标鱼明显变少，看来该改变一下目标。今天花生也很零散，后面因为防水摄影机不给力，所以开启第一人称视角摄影机了。好家伙，还会点头，看来是还可以的角色。原来是量刑加制。好吃的凤梨鱼，居然钓上了打铁婆。太小了，还是放回去长大。又是来蹭吃蹭喝的家伙，
还是不及格。还是早点回岗休息好了。